乡下叫起个浪，跨个鸭绿江，河边河边就是保家乡。11月4号，抗美援朝老兵朱在宝受邀来到武警湖南总队某演训场，与官兵共话强军梦。活动现场，朱在宝带领着特战队员回顾了当年的战斗情景，每每说起都忍不住哽咽。近距离和老英雄交流，我觉得比看一次电影、听一次课更加震撼。特别是听到老英雄入朝作战时，他和战友们的英勇事迹，让我非常敬佩。交流完毕，官兵们为94岁的朱在宝老英雄介绍了新式手枪和突击步枪，又请他品尝了部队单兵口粮。此时此刻，是对官兵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验。在连续数日挑战极限以后，官兵更需要精神和信念的支撑。此时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铭记历史，传承红色记忆，提高官兵投身实战化训练的热情。